国民党立委陈玉珍带头的金门访问团，今下晡拜会中国各大办的驻金总督，当面争取开放中国旅客组团去到金门旅游，也希望中华赶紧来恢复观光。啊，那福建省今仔日宣布恢复受理居民申请去到马祖旅游的通行证，经由首山通入境，上长会当待伫咧马祖十五天。呼叫中国海警14608，中国海警14608。中国休息期结束，真侪渔船拢出来，各中国海警船入侵金门限制水域，四只中国海警船之一，分别在早起下晡两摆为金门复兴师、竹山、寮罗甲北定岛南平四个冲击，公司咧进行常态化执法巡查，但系海巡出动四只巡航艇进入区里，双方各经两点外钟。政府依照中华民国宪法两岸条例及相关规定处理两岸事务的立场是不会改变。那海巡署也就是主管机关，他们都会监控中共的公务船海上的动态，做到坚定执法，捍卫海洋权益，保障渔民作业安全的职责。国民党立委陈玉珍、北京门关局长洪坤典等人在北京访问，日前下晡拜会中国各大办驻金总督，争取开放中国团客去金门旅游，佮表达希望恢复两岸观光的期待。立委会表达乐观其成。政府欢迎更多的陆客到金门马祖旅游，哈，这个是我们再三表示过的。陈委员这个行程我们也都知道。那如果陈委员此行有任何进展，就是能够让陆客来到金门的话，我们都非常乐见。两岸旅游好心情有希望，今年四月算是要开放国民去马祖旅游的福建省，中方直接正式宣布开放受理申请去马祖个人旅游或者是团体旅游通行证，经首山通出入境上长延长马祖十五天。记者综合报道。